盘点网购翻车名场面。你看看现在的商家，在网上买鞋子，他说假一赔三，我买过来他妈的直接给我发过来四双，你说这怎么弄？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看四双。完了，主人。当检测到周围有人靠近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开启迎宾模式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当我们上完厕所，就点开这个自动公关功能。你给我发的汽车喇叭我已经收到了，我也已经安上了。你给我听着啊，你给我好好听。我老婆买了对情侣水瓶，我就想问你看这个杯子怎么喝水。首先用这个水杯给大家喝个水啊，你看，比如说我要是从这个口喝，你看啊，差点没了。我要是从这个口喝，你看啊，一口都喝不到，你看裤子也在里面。我就不知道杯子该怎么喝，我出口能尝到这个，给洒家奶了，一口全部吃了。这是我买的洗鞋机。我是最新鲜的凤尾鱼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